有些事太固执，也许是在等你推翻解答，多不平常。我也放弃线索与下立场，没对错又怎样？而在我们从不必说明，什么关系都没关系，很单纯，很向往寻找亲爱的对象，本质一样，真的存在这种感情，依赖没必要再小心翼翼，你要接住我的方法，我去哪里飞翔，而你都会在场。曾为谁受过伤，但缺憾的时光，在消散之前就用爱原谅。你遗落的愿望，我陪你一起，却不会放下，但是会盼望。最后我们向家人贴近，能给的关心不只关心，不约定不勉强，这种亲爱的对象仿佛更理想，对的人可能成为伴侣，或关于你我又有默契，我又找到你的方法，你去哪里飞翔，我都会到场。最后我们向家人贴近，能给的关心不只关心，不约定不勉强，这种亲爱的对象